邪能灌注在那些急于讨好燃烧军团的人中间很流行，这些叛徒已经没救了，去干掉他们。那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呢，是苏拉玛巨星中莉莉丝月俊给大家颁布的一个秘密勾结的任务，也就是消灭夜之子的通敌者。 这些任务呢，其实在苏拉玛里面呢，算一个非常难的任务，因为这些怪呢都是超级精英怪，也基本上一两千万血，然后你呢又是一个比较单薄的 DPS 的话，就会很难。所以这个任务呢，一般大家都选择主队。但是由于我是一个 T， 所以我一开始呢就尝试了一下自己做任务啊，希望这里有很多人在做，但是呢。 我发现并不是那么好做嘛，后来呢就没办法，那就只能选择了组队，因为毕竟自己打的话真的是好慢啊，每个怪就接近一千万血，这打完得什么时候啊？所以呢就后面就组队了，组队以后呢虽然怪物的血量提升，但是你至今的 DPS 输出是有加倍的嘛，所以现在就比较好做。这个任务呢可能算苏拉玛里面。 应该算是唯一两个里面的一个必须要组队的任务吧，可能这个不组队也可以啊，但是就是打得比较慢，而且容易被围殴，一旦围殴的话你就躺在那边了。好了，那这个任务呢其实也没多少难，只要稍微耐心一下，稍微做得小心一点，还是很容易的。我们下一期再见，拜拜。 这就像时尚，太远了，将来我们都会奇怪，怎么会有人觉得鞋能漂亮？